香港的醫療科技啦，相較其他地方是落後，包括你見到啦，好多嘅診所啊，都仲用緊係紙質化嘅，亦都會有一啲診所仲用緊一啲 dedicated server， 但係而家已經去到一個叫 cloud base 嘅年代啦。咁我哋又覺得呢個醫療科技有好大嘅發展嘅潛在空間，